好，嚟到第六场啦。南方嘅有周俊豪。金五战五胜。红方嘅好啦，到我哋红方嘅选手啦。红方嘅选手有连文健，嚟自固德拳馆湾仔分店，湾仔分馆六战五胜一负一 KO， 2019年71kg。香港泰拳冠军赛 B 组冠军。好啦，裁判拳正梁蝶超、胡海恩，蔡展鹏、李天豪。好啦，跟住落嚟时间一樣交俾我哋擂台上嘅兩位拳手。好啦，嚟到第六場呢場精彩嘅重磅級賽事啊！咁呢場賽例都係用 KF1 賽例嘅，咁佢哋係男子73kg嘅賽一個比賽嚟噶。咁雙方採用係8盎司拳套，紅方咧係富德拳館灣仔分館嘅連文傑，南方啦就係尊拳館嘅周俊豪啊！睇到雙方啦，佢哋嘅身高啊，真係都好犀利嚇，1.95米，另一位係1.84米。兩位其實都好高喎，李奇，咁係咪高有著數咧？其實係冇錯啦，係高咧，咁首先有距離優勢啦。好啦，睇到一開始啦，佢哋雙方啊已經打得好激烈啦。同埋兩位拳手都好似個戰績彪炳喎。戰績彪炳啊！咁但係咧，嗱，紅方拳手啊，佢係攞咗呢個香港泰拳冠軍賽 B 組冠軍，2019年。咁佢擅長啦係一個頂殺啊，必殺技係。南方拳手啊都好犀利啊！咁五戰五勝，咁一個佢比較善用啊一個重拳同埋低數啊。打拳高真係好似有著數咁啊！咁啊，肯定啦。咁我哋見到呢位紅方拳手啦，同埋南方拳手啊，都把握住一個好好嘅攻擊節奏啦。但係第一回合咧，大家都係有試下擊中咗面部啊！幾乎試探咧，係咪要試下對方啲力啊，或者試下啲位係點樣咧？其實試探係咩意思？試探睇下啲拳重唔重啊，啲腳重唔重啊。如果重，你咪要小心咪咯。如果你覺得係啲拳可以食得住，你咪埋同佢搏拳咯。嚇，要試下對方嘅拳好或腳好。咁見到啦，阿連文傑啦，佢真係好希望用自己嘅膝啊去攞分嚇，連續去進行前鋪頂膝嘅。連文傑嘅膝係好好嘅嚇。似乎啊，富德咁多分會啦，會唔會話邊一個拳館特別用邊一個技巧特別好嘅咧？紅方咪發覺大部分都係啲膝撞比較好啲咯嚇，但係有啲幾個例外，有啲係拳好啊，有啲腳好。喂，最主要個體能夠夠住啦。掃腳，連續嘅左右直拳，好飛失，飛失啊！依下好似有命中下，但係咧就我呢個角度暫時係未睇得好清楚啊。第一回合完，連文傑發揮得好好嘅啊！因為睇到佢哋今日狀態都非常好喎。如果要打呢啲咁嘅高嘅拳手，係咪都係要埋身多啲咧？都係要埋身嘅。你埋身，你仲可以有一線生機啊！但如果你開心咧，你喺對方個距離入控制距離入邊咧，你好難打到對方啊！啊！見到啲拳手飲水，其實係咪要飲少少啊？唔好飲太多咧。係啊，係濕一濕個喉嚨就算嘅。李奇咧，你打嘅時候點啊？我打嘅時間咧就左手會經常會俾水我飲啦，但係我通常都飲少少就算。咁因為我個人咧就出緊汗嘅時間啦，左手離場，踢緊收，係唞氣比較重要啊。通常在泰國看，很多時候拳手都要用毛巾撥去散熱。
泰國可能比較熱啲。第二回合，唔係我哋 ATV 有冷氣嘅，唔同啲，都係好熱嘅呢個搞笑。好，第二回合正式開始。好，好見到上嚟爭擊啊！佢哋開爭啦。好，連文傑啊，試下嘗試喺度前鋪頂失啦，去還以顏色啊！搶攻喎，連文傑。係啦，要小心對方啲爭啊！啊，咁啊一爭可以改變戰果噶啦。係啦，好睇。連文傑啦，連續嘅反擊啦，佢爭坐翻去啊！係啦，啱啊，冇錯。咁但係南方拳手咧，佢嘅爭都好犀利喎，見到。爭拳拳手。雙方繼續。係咪兩雙方拳手都比較高咧？手都唔係好高嘅。其實睇翻身高，連文傑係有優勢嘅。咁佢其實我個人覺得啦，佢應該要掌握翻自己嘅優勢啊，打翻好。一定的距離，先再找機會再去頂失啊！咁見到佢身邊的教練啦，都提醒佢啊，注意自己的呼吸節奏啊，同埋攻擊啦。連續嘅頂失，有冇對南方造成威脅呢？南方拳手咧就暫時未見到。太大的威脅啦！繼續啦！繼續前鋪頂失。雙方都好薄啊！見到佢哋都開始喘氣啦，師傅。係啊係啊，因為呢個第二個回合啦，下降咗啦。通常打呢啲人咪要留前鬥後咧？啱啱又中拳。係啊，中咗拳啦！如果對方唔理南方啊，繼續一個爭擊還擊啊！咁雙方啊，糾纏喺紅色角。你來我往，一人一腳，嚇、啊，一人一個失。第二回合結束。紅方啊，手太低啊，要小心對方啲掙。係咪因為打緊嘅時候，其實個體能下降嘅，隻手就不自覺地放低咗咧，師傅？好多嘅手放低咧，佢係對自己個步伐啊、個閃避有信心，引對方埋打佢。你如果唔好諗住佢手低就埋打佢，一時佢撞你。都見到雙方拳手好薄，真係即係啲體能都下降得好快。因為箍頸係一個非常之消耗體能嘅打法，同埋佢哋有一個磅數上到咁上緊咧，好容易就即係嗰個體能啊、那個心率啦，就相對犀利嘅。南方個體能好似好啲喎，可能南方我啱啱見到助手離場嚟講啦，南方咧相對咧。好似係攻擊嗰個節奏係高啲嘅，所以南方咧佢個體能咧可能保持得稍為高。助手離場。通常李奇呢啲係留前鬥後啊，定係唔好理啦，淨係進攻先。係咁睇翻現場嘅情況啦，睇你係啦。依家咧雙方咧好激烈嚇。第三回合，最後一回合。係啦，爭擊啊，命中咗噶，但係紅方咧似乎好希望還以顏色啊，好積極咁進攻嚇。見到啦，紅方拳手連文傑啦，繼續啊，斬擊啊，同埋勾拳噶，都係命中咗對手。佢意志好犀利啊！係啊，咁周俊豪呢位拳手啦，佢都南方啦，佢係非常優秀啊，睇到佢都係打得好精彩啊！呢場比賽，睇到啦，佢哋個身體啊，嗰個抗擊打能力都一定好高啊！多次的命中都並未令到他們受到威脅，連續箍頸頂失，連文傑哇中好了下你來我往，大家一個一不是爭一不是就失失了如果雙方糾纏最後了放曬啲氣啦，仲有三秒啊！係啦，最後三秒啦，大家都繼續去搏啦，冇留啦，係啊，冇得留噶啦呢啲時候係咪最容易 KO 嘅咧，師傅？係啊係啊，比較危險啲，因為大家嘅體能都會弱咗噶啦，啊，係好容易 KO 嘅。係啦，你睇到南方拳手啦，懷疑顏色啊！哦，
師傅點睇咧？呢場比賽？呢場比賽你一拳我一拳噶，大家都係啊，喺好辛苦嘅時候出拳，係連續頂失，比賽結束。哇！咁快哇！好精彩，同埋鬥志好犀利。臨尾幾下有幾？係我啱啱同阿師送阿師送嘅阿師送嘅嗰幾下啊！咁佢呢個咧都係冇批爭嘅，即係有失有成。咁其實冇批爭就係安全啲，因為批爭其實好危險，即係成熟啲嘅拳手打就會好啲咯。啊，咁同埋係啱啱阿師叔，我見師叔係岌頭喎，係啊，幾驚講錯俾師叔鬧啊！我哋啲啊做細嘅唔好亂講嘢噶嘛，啊，好啦，咁啊睇下今次嘅冠軍係邊個啦？因為其實真係精彩嘅，因為你屌呢啲拳你敢唔敢上去啊？我其實幾喜歡看手長腳長嗰啲喎，因為好似咧下下飛腳咧，嗰一下好似幾有視覺效果。呢場比賽嘅結果是三位裁判判決一致嘅，3-0是洪方勝。恭喜曬！咁我都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陳偉傑先生。哇，係真係呢啲，即係呢啲獎咧得來不易啊！真係除咗自己練辛苦之外咧，即係台上面嗰下。即係嗰個堅持之心啊！打到最後其實都攰噶啦，冇氣噶啦，係啊，都仲有我要繼續俾多你咁樣。係啊，好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！啊，影相先嚇。恭喜曬！好係，好啦，咁啊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問問阿方師傅先啦，啊。